正能量满满，上海疫情严峻，众多明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，驰援上海捐赠物资。陈晓、陈妍希夫妇捐赠25套升级版防疫包，袁冰妍捐赠10套升级版防疫包。虞书欣不仅捐赠了物资，还给上海粉丝送去了菜和肉。欧阳娜娜捐赠的物资也已经发放下去。杜江、陈赫也纷纷向母校捐款捐物资。罗志祥虽然在台湾，但也为上海捐赠了不少物资。更令人感动的是黄晓明，本月14至15日两天，黄晓明捐赠9吨生活物资，驰援上海，包括新鲜蔬菜、土鸡蛋、食用油、面条、面包等。据悉，自从疫情爆发以来，他多次捐款捐物，伉俪助疫，默默出力，获赞无数。我们也感谢他们的付出，并盼望疫情能够早日结束。近日出战，无私援助，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兄弟姐妹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是你们让所有上海市民心怀感恩与温存，向你们致敬。